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食品开箱时间。这期开箱芒果糯米饭，将芒果的香甜、糯米的温暖，加上浓郁的椰香，完美组合，再配上香脆的绿豆，口感柔软粘稠，味道丰富，是做梦都想不出的美味。三重浆果派春卷，采用草莓、蓝莓和覆盆子三种浆果为内馅。外皮是松脆的春卷皮，烘焙后金黄酥脆，酸甜的浆果与柔软酥脆的面皮相得益彰，带来独特的夏日风味。南瓜混合粉则是御混的烘焙产品，只需添加水、油、鸡蛋混合均匀，即可烘焙出香气浓郁、口感松软的南瓜香料美食，为家庭带来温暖的节日气氛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里面长什么样，味道又如何。芒果糯米饭售价22.99元，这款被誉天堂般组合的芒果糯米饭是泰国著名的甜点，也是在 Costco 内第一次见到。它将泰国成熟的芒果和糯米搭配，芒果的香甜、糯米的温暖，加上浓郁的椰香，再配上香脆的绿豆，整体色彩明亮，口感柔软粘稠，味道丰富，是颇有风味的特色甜点。现在卖22.99元，摆放在冷冻食品的特价区，完全是被这外表吸引打开的，没有人工香料、色素，不含麸质，没有防腐剂，100%植物原料，通过有机认证，适合素食人士。这一袋640克，里面有4份，保质期到2025年5月，泰国生产。用料除了芒果、糯米，就是水、椰奶、糖、炒绿豆、盐、木薯淀粉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高热量，脂肪不高，没有反式脂肪，含糖量偏高，高蛋白质，没有胆固醇，钠含量不低。打开来看一下，这样装得很精致的四盒和包装盒上一模一样。看一下怎么吃，撕开包装袋，拿出芒果糯米饭，倒出绿豆，微波炉加热1分钟后的绿豆松脆，特别香。哇！芒果糯米饭也是微波炉加热1分钟，撒上绿豆，看上去特别有氛围感。这就是椰浆了。这款甜点太梦幻了，芒果软了却带有冷冻感，糯米饭则是热的。经过椰浆的调味，咸甜浓郁的椰奶香，黏黏糯糯的，很弹牙的那种。芒果甜中带酸，果肉鲜美多汁，少许椰浆增添风味，以及绿豆烤熟的松脆感，难怪说天堂般的组合。反正我是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吃上这样的甜点，好在当时看着它奇特，才没有理会有点小贵的价格，否则就错过了这么美味的食品。说实话，它是有点小贵，算下来每份要5.75元，尝试以后却是值得的，反正也不会天天吃。三重浆果派春卷售价12.99元。我们吃过这个品牌的春卷、苹果派卷，突然发现这款浆果派卷采用草莓、蓝莓和覆盆子三种浆果为主要食材，外皮是松软的面团，烘焙后金黄酥脆，浆果甜而不腻，酸甜的浆果与柔软酥脆的面皮相得益彰，带来独特的夏日风味。现在卖12.99元，摆放在牛奶房旁的冷柜里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春卷饺子品牌，也是我们熟悉的春卷外形，
说是五六分钟就可以吃了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人工色素，没有人工香料，里面有16个800克。生产地在 Richmond， 保质期到2025年9月18日，也就一个月的时间。内馅除了蓝莓、草莓、蔓越莓混合浆果，就是糖、水、天然香料、果胶等。外皮是水、小麦粉、盐、发酵粉、菜籽油，可能包含大豆、芝麻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高热量，脂肪不低，含有反式脂肪。其他口味的春卷可没有反式脂肪哟，含糖量不低，没有胆固醇。打开来看一下，一盒里面八个，大小和其他口味的春卷相似。看一下怎么吃，烤箱400度，10到12分钟，空气炸锅390度，5到6分钟就行了。这是空气炸锅390度，5到6分钟出来的。切下去，果浆被挤了出来，能感觉到外皮的松脆。咬下去，里面的果浆甜而不腻，酸甜的浆果与柔软的面皮相得益彰，再加上外皮的酥脆，使得口感丰富而有层次。不过还是感觉有点偏甜，怕吃甜的还是别碰了。南瓜混合粉，售价9.99元。第一次对这种混合粉感兴趣，毕竟秋天就要到了，看着特有节气感。这是一种预混的烘焙产品，只需添加水、油、鸡蛋，混合均匀后，即可烘焙出香气浓郁、口感松软的南瓜香料美食，适合在秋季和假日用，为家庭带来温暖的节日气氛。现在卖9.99元，摆放在冷冻食品前的特价区。这样的南瓜蛋糕真有秋天的气息，里面有三袋，没有人工香料，这一盒 1.27 公斤，美国生产，保质期到2025年12月，用料有糖、白面粉、南瓜片、大豆油、香料、盐等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高热量，低脂肪，没有反式脂肪，含糖量不低，没有胆固醇，钠含量不高。打开来看一下，是这样三袋很细的粉末。看一下怎么吃，加入1/3杯的水，半杯油，我可没有加这么多，两个鸡蛋，搅匀后加入南瓜粉，倒出来才发现过一下筛就好了，拌匀后倒入刷了油的容器里，才装了不到容器的一半。这是烤箱370度45分钟出来的，第一次就成功了，特有成就感，已经发起了老高，闻着好香啊。因为抹了油，轻易就倒出来了，外皮也很酥脆，新鲜出炉的蛋糕香气充满了整个房间。表皮的酥脆和里面的松软，加上带有的肉桂味，吃着特别温暖满足。这个蛋糕发得也太好了，只是放凉以后吃感觉有点甜。既然蛋糕一次成功，它的饼干做法应该也没什么难度，跟着做就好了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